这是核桃仁，这是核桃仁。整这些盘啊？啊，就整这些，这些。比那多呀、啊？嗯，这十斤。嗯。对你这份工作得像个事儿似的啊！嗯。咋样呢？说标准一点。走路姿势都正确点啊，这样晃晃晃的。来后边放。你要这么整，我看你在这边放，在这边放着。这是干啥？三刀。三刀。啊。用三刀。一刀。这三刀。正一大。这三刀。完了呢，正一草。这个就不用那个，不用铁盘了。啊、就直接就这样放。你说那个中间那个不搁铁盘，它效果是出油率能一样吗？不能一样。嗯，它错不了多少。你这不是已弄不油极烂了，以后又没法说的少出点肉呗。实际生产肯定。实际生产的还是要高。肯定生产油要低一点。看你要是啥呢？看你要是说你比如说那松子仁同时用的话啊，那有点油还更香。嗯。滴了一会儿再换。一会儿就换进去，没事儿，换吧，这玩意儿。很大，它扣上了。扣上了，扣上了，扣你的，扣你的，这赶趟，那也赶趟，它砸一下。哎呀，全那铁顶上呢。你看，你看我说，你一点儿，管在那，你看这当面，也是一点五斤牛，有点当炕了，搁那儿呢。倒了有头啊，啊，它一般不会头啊，咱那个抓的也挺好。怎么炒锅？倒了油，啊，都是油。双层炒锅嘛，那个火烧着，倒了油。那咱整也得搁炒锅，也得搁炒锅。那材料包就是下面那碗，不糊。加上锅就挺快的，加上锅，它水都能烧开，是吧？它气干。倒了油了呢，倒了油炒锅烧起来。这玩意儿那个不是蒸汽，不蒸，就直接，不直接蒸料。蒸锅，蒸锅，锅顶上没有气，给开当家去了。顶上那个，那还蒸汽锅不铁啊？哎，啪啦那大锅似的，那就跟咱录音车走。什么？是吧？行。不用老车，不用上单位了吗？不是。不交。你说小孩子啊，你说。我说啊，啥都是你带的。怎么了？那咱说不了。说，说了谁也说不了，哪个小孩说不了？别说，哎，不用你操心呢，你操那么多心干啥？是啊，操你女朋友。哎，对。Thank you.
这核桃饼它就可以成型。哎，这好盒子炸的也好。那不是那是油线。它闷闷不出来。